来看总统蔡英文出访过境纽约，伊伫早起领哈德逊研究所颁发的全球领导奖，伊嘛强调两岸和平甲美国继续合作等五项重点。啊，毋过伫会场外口，无中国民众是伫抗议。总统今天会跟蓬佩奥见到面吗？是，谢谢。总统今天大概会谈哪些议题？面对记者问题，无回应。总统川普美当时间十三暗时七点到纽约就坐酒店，为领取哈德逊研究所颁发全球领导奖。啊，不过这行程强调谨慎，总统府无说明参加的人也无外界以为前美国国务卿、现今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席蓬佩奥。总统强调，中国刻意升高紧张情势，但台湾总是谨慎并冷静的回应。让世界看到台湾在两岸关系中，我们是负责任的那一方。那台湾人民期盼和平，但历史告诉我们，最佳避战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更有实力。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五大保守派智库之一，佮真侪共和党籍前官员担任学者，一向反共。即摆颁奖后，蔡总统也引起中国抗议。好，总统蔡英文晚间在洲际酒店领取哈德逊研究所颁发的全球领导力奖，可以看到晚间从下午五点开始，中国民众就在饭店外面抗议。中国抗议民众对总统对岸，纽约警方出动真侪人来注意，都惊发生冲突。来参加颁奖活动，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办人霍纳也谴责中国抗议行为，佮表示希望蔡总统能访问华府。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lways believe in freedom of speech, but it's too bad that some people around would try to stop freedom of speech. Would try to stop. I'm glad we're all here to celebrate her tonight.And yes, I hope sometime very soon it will happen in Washington, D.C. too. 之前國安局長蔡炳彥表示，中共黨員團體來抗議，一天給$200。中國侨民澄清，佮台灣媒體記者發生衝突。你哪裡來的？什麼200？很遺憾。很遗憾，冷静哥，冷静，你这个新闻哪里来200？你给我200啊！蔡总统被在台湾时间十四点时结束纽约行程，转去瓜地马拉访问，四月初五会过境美国洛杉矶，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路透社已经有一十多位议员报名参加。记者综合报道。